瘦脸蛋，染了一头金黄白发，穿着红色背心，沈建宏以动感舞姿在镜头前又唱又跳，刻意苦练韩文歌，还运送自己的电钢琴到韩国，准备表演自弹自唱，惊艳韩国娱乐圈。只是现在却传出辛苦拍的 MV 在韩国被禁播。只是仔细一看，沈建宏只露出双臂，身穿长裤，实在不知道怎么会被列为十二禁。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次 MV， 我觉得应该是。不管是造型也好，舞蹈也好，整体出来的感觉我觉得很冒险很大胆，然后想要让大家看到我的新的突破。他们会有这样的规定，可能是他们审查比较严格。沈建宏进军韩国乐团，是首位以新人之姿在韩国发行 EP 的艺人，首破舞曲才刚上架，却传出 MV 被判定十二禁，让他非常困惑。同样曾经被禁播过的还有女子团体 Girls Day， 因为动作太过挑逗被视为十八禁，而另外一团当红女团 AOA 也因为 MV 看起来太过煽情而被禁播。只是沈建宏的新 MV 只露出手臂肌肉线条，没有过度裸露镜头，却被列为十二禁，实在让人猜不透审查员的标准到底是什么。记者宋乔一台北报道。